OK，接下来是这个 Ringgit Malaysia 这里。所以这里的话，你就要换Sembilan Puluh Sahaja。对吗？我的 Sembilan Puluh。Puluh Sahaja，然后过后这个本古鲁这里你就看，还有给你这个本古鲁的名吗？OK，还没有给你本古鲁的名，可能你就直接放可能三张，就是你。大概放一个签名就可以了。因为还没有跟你讲这个本古鲁是谁，所以你可以随便放一个签名。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 Beer Tonight。所以在这里有什么问题吗？然后我们接下去看这一课，这个是关于receipt Rasmi 的，所以在这个 receipt 里面是 siapa membuat bayaran，就是在这个 receipt 是谁还这一笔钱呢？OK，你们可以在 chat box 写给我。是谁还这笔钱？是 Kedai Buku Ichiban 还是 SMK？大都有数。所以在这个。receipt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membuat bayaran 的是这个 SMK Dato' Yusuf。就是因为他还了这一笔钱，所以这个 Kedai Buku Ichiban 他才出这一张 receipt 给他。所以这个是 Kedai 的。SMK 的都有数，OK，所以接下来他是收到支票，或者是tonight，OK，所以刚刚 A 的你可以在这里看到，OK，所以B 的它的答案是 check，OK，因为你可以在这里你看到它到底是 tonight 或者是 check。所以这个的话，你可以看它是属于check。过后第三题，第三个是 apakah tujuan dokumen perniagaan di atas dikeluarkan？就是为什么要准备这一个 receipt？为什么还要传这一笔钱？因为还要 menjelaskan invoice number 1213。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你这里你就先 menjelaskan invoice。number 1213。有什么问题吗？到这里。
嘿嘿，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下去看接下来的这些 document。OK，下一个 document 是这个 strip data tonight。OK，通常这个strip data tonight，它通常是从这个 machine data tonight 这里出来的。OK，所以通常就是讲你把本 a 亚 b 是在 r e tonight 的时候，它就会出这个 s t r e e t of the tonight。所以这个就有一点像就是比如讲你们去那些 mall，比如讲你们去比如讲你去Lotus 买菜，OK，所以你买了菜，你还钱了过后，它出来的这个。document 就叫 street data tonight。所以在这个 street data tonight 里面，你可以看到的就是出这一个 street data tonight 的人是谁。所以这个一个是这个 Sarikat Aisyah Dimension Number Hat。那它是几时出的？它是在1 July 2023出的。所以通常这个 street data tonight 还没有记录那么 verbally，就是买东西的人的名字还是不会记录在里面的。OK，然后这个 street data tonight 通常还会有两个 salinan。OK，所以一个是 asa 还会给 verbally，跟上面的一样，然后本抓自己收 salinan。OK。然后接下来是 sweep bank 或者是 sweep deposit check。OK，所以这个 sweep bank 就是通常是由 bank 出的，OK，declare 跟 only bank。然后的目的是为了 record 本银把难忘，就是为了记录将你存钱进银行里面。OK，所以通常这个 sweep bank。我们也可以叫它 Boran Simpanan 或者是 Boran Wang Masuk。OK，所以通常当你要存钱进银行的时候，你需要填这一张文件，这个就是 Sweep Bank。不过其实现在我们很少会用到这个 Sweep Bank 了，因为通常我们的支票，我们都或者是我们要进钱，我们都是直接用。他们的 cash deposit 或者是支票的机器，OK，所以这种这个 sweep bank 通常是比较多是他们去到银行里面进钱的时候才会有的，OK，然后接下来sweep bank 也是有两个 salinan，OK，所以通常这个ASA 会交给银行就是。你把这张 sweep bank 跟你要存的钱一起交给银行，然后过后，salinan 就是balangan 就是存钱的人自己收。所以从这个 sweep bank 你可以看到的是，名字就是存钱的人是谁，OK，然后他的银行号码是什么，他存了多少钱，然后。这一张 street band 的号码是什么？不过这个 street band 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很少会用到了。然后接下来是 street band 的 hand one。所以这个 street band 的 hand one 其实也是很少会用到。这个就是讲通常是他们直接在银行。直接要 transfer 一笔钱去给另外一个公司。所以通常我们现在用的是online transfer，就是可能你们只要上网，你们就可以 transfer 了这一笔钱，所以这个 Sweep Bank 也是很少会用到。所以这个通常是比如讲这一个哈公司。叫 Sarikat No Bakis，还要寄钱去外国，所以他就会填，他要寄
给谁，然后他的号码是多少，然后他为什么要寄这一笔钱之类的这些资料。OK，所以这个 Street 平达和 Wang 也是跟 Street Bank 一样，还有两个Salina，他的阿萨会给银行，他的 Salina 会给顾客自己拿回去。OK，所以通常每一个交易就是你每一个平台和网，如果你要做的话，你需要还他们 commission。OK，当然这个是如果你需要银行里面要transfer 这笔钱，如果online 的话，现在通常都是免费的。OK，然后过后接下来是 Street Transaction Bank 跟 Intertronic。哎，所以这个是你们会比较常见到的，就是比如讲你用 ATM 或者是 cash deposit 的机器，或者是支票的机器来还钱的话，所以通常这个交易还是是在来源于，就是你自己来的。哎，所以通常。这一张Street Transaction Bank Electronic，它就是一个证据讲，你的们之间的交易是成功了的。OK，所以在这个 Street Transaction Bank Electronic，还有它的交易的日期，OK，所以在这里，你交易多少钱？OK，Jumlah 是多少？OK，然后你交易去哪一个户口？所以这里有 number account，OK，、okay, 所以你是给谁的这一笔钱？哎，可把的下本，哎，然后过后接下来是这个52阿达斯打量，OK，这个也是你们很常会用到的，就是 online transfer。OK，所以这个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们可以上网，就是直接从银行里面来 online transfer 这一笔钱。OK，所以通常他们可以做的就是，比如讲他们可以明明白白呢，就是把这一笔钱从这个 account 转去另外一个人的 account。或者是他们可以明白要 bill，就是还他们的账单，OK，或者是还他们 credit card 的钱，然后他们也可以用来检查他们在银行的 buggy 剩下多少钱，OK，所以这一个52的大量，它的这个 document 还有的资料还会有日期，OK，还会有多少钱。它会有你从哪一个户口转去另外一个户口，OK，所以它这里从这个户口转去这个户口，然后还有是讲你这一笔钱是转给谁的，OK，就是收到钱的人的名字，OK，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可能我们再接下去看一些题目，OK，就是我们有看了的 document 的题目，OK，所以可能我们看小阿兰十一，OK，可能我给你们2分钟时间到11:17，你们看一下这一个 Karatan Check。哎，让你们记录一下这张支票它是多少钱，然后它这个交易是为了什么的？OK。OK，然后过后如果你们看完了这个 graph，可能你们可以看这个soalan 12 voucher pembayaran。
还有这个是阿兰十四。哎，你们试下做这三题先，十一、十二、十四。哎，可能到11点18分，我跟你们讨论这三题的答案。OK。OK，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栅栏是一。OK，所以他这一张支票是叫指导群。OK，所以我们从上面这个格拉单车，我们可以看到这张支票是值2000块。OK，所以记得你们看格拉单车，你们要看的是 check in 是多少，而不是 jumlah。OK，所以。它这里是 2000，然后过后，它这个交易是为了什么？它就是这个 perniagaan 京东它花这一笔钱就是为了 kegunaan pejabat，就是。他可能拿这一张支票还是拿钱出来，就是为了给他的办公室里面买东西使用了。OK，所以这里你就写个姑娘安，知道吧？嘿嘿，然后过后接下来是包租本白亚人，OK，所以包租本白亚人。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这个 document 我有跟你们讨论了吗？因为我记得有，OK，所以包租本白亚人他的目的其实是，就是 Miracle 什么本白亚人。当然，这个不是完整的句子，所以如果你们要完整的句子，你们可以看这里，mencatat semua jenis pembayaran dilaku oleh pihak perniagaan. OK，所以，就是你要记录所有的 jenis pembayaran. OK，所以，在这一张包就 pembayaran，谁是收到钱的人？所以这里的答案是 NJ 卢。
哎，所以就是这一个保证本巴雅人，他其实是为了记录所有关，本巴雅人，比如讲，你要还你的 bill，要还你的账单，或者是你要还你的水电费，或者是你要还租金啊，或者是员工薪水，你都会用这个保证本巴雅人。所以他这张保证本巴雅人是还给 NJ Lu，因为还要还他的租金。OK，罗德赞保就本白亚人，他的价钱是1200块，然后他是用支票来还钱的。OK，然后过后我们来看沙兰斯斯。OK，所以这个的话是Sweet Ben。OK，所以这个 Sweet Ben 的话，水门英镑跟 Document 阿萨。OK，就是谁负责收这个 document 啊？是，给他的答案是 Bihat Bank。OK，就是银行是会收这个 document 啊？是的。OK，谁收这个document Salinan？还是 Pelanggan Bank？就是负责要存这一笔钱的人。他会收沙林南，银行还会收 document 阿萨。然后这一张 sweet band 它的毛是多少？所以你可以看这里。OK，你可以看这里，现在总共是2000。OK，不是200千。OK，因为它有2个零是 send 来的，现在的毛是总共是2000块。OK，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吧，所以没有。OK，所以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OK，如果没有问题，可能我们再来看，回去一下阿里人。所以我们来看 objective 前面3题。首先第一题Apple 加分析 document 本两个案，就是为什么需要有这些文件？所以它的答案是 donkey。所以 document 通常。是一个证据，证明讲这个交易是真正发生的。就打个比方，就是讲，可能你跟另外一个人，就是有争执讲。比如讲，你跟 Lotus 你跟他讲，我还了这一笔钱，然后 Lotus 他讲他没有收到这一笔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看这个 document，就讲，你还钱给他，然后你到底有没有这一个 receipt？所以如果你有这一个 receipt 的话，就证明这个交易是有发生过的，就是你有还过钱给他。然后如果没有这个 receipt 的话，就代表这个交易没有发生过。然后过后第二个。如果 dalam aliran secara tunai, dan ni ialah pesanan belian, lah hwan chen ke ni lah go ho. Okay. 接下来是什么？这个应该是倒反了。OK，它的 A 应该是在这里，它的 tonight 应该是要搬去后面。OK，所以他问你 A 是什么？所以 A 的答案其实是be a tonight。OK，就是当你寄了 pesanan belian，就你看 order 的东西过后。然后过后你就会，
本着，哎，就是卖东西的人，他会跟货一起把比较多那根货一起寄给本伯利，哎，如果本伯利还钱给本着，OK，就是多那他还给本着，哎，如果后接下来是这个本尼干。他就误认那个是他的 credit，所以那一个 document 是对的。哎，所以这里的答案是 donkey。OK，虽然我们在 note 里面没有看到这个 Sebuhaga，OK，可是他的答案是 donkey。什么是 Sebuhaga？其实还是好像 catalog 这样子的东西。就是比如讲本伯利还要跟本卓买东西，而且就是还要买一个东西之前，他先问这个东西到底价值多少钱。所以当他问这个东西价值多少钱的时候，就是舍不哈个。然后过后他问到了价钱，他才出这个 person number 两就买这一个东西。OK，所以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然后我们下个星期再继续看接下来的 document。OK。